李来自金桥乡村到一站一的哟，为到个消费者买个欢心。农委会对食品业刺激措施，就来梳理业者申请台湾族正面票条。办公室今日先提连锁熟食店正式挂牌启用。吴农办强调，天数是100%国产族，也慢啥转税变作99%，也存到为1%就各有上升空间。这项单位中央求三消费就讲，也慢已经有5000间的业者完成了申请，按算到年代就会有5000。太太在同中央环保牛落去，农会主委陈吉聪同中央油产协会董事长林崇业来等人，强化庆祝头一中台湾族正面票头，托初级正式启用。中央油产协会讲，市政院开始受理业者申请，都来满建有5000间业者办成申请，按算到年底才有15000间。现在已经确定有四海游龙、家乐福，哦家乐福这个摩斯，哎，这个都已经陆陆续续，哎，那接下来大概还有其他的连锁店还在申请中。工农委会头十年初推出台湾族正面票头开始，强调爱100%用国产猪肉，将使用票头。初级嘅记者会访，沙庄在讲99%，面貌工作动清楚。它主要的原料，而且主要的这些可食的部位的猪肉跟猪肉加工品。都是国产的，那我们只是在排除掉一些可能，我们到任何的传统小吃里面，它的猪肝、猪心、猪肺、猪肾等，那一定要用国产的猪才能标示这个猪的这个标章，所以几乎涵盖了99%。全都改10%都得黑马改。中央油产协会董事长讲，主要是引起人们冲击，特别是对澳洲进口改。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替代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解决说，让台湾的这个肠衣来满足，我们又不够，哦，那是绝对不够的。所以只有肠衣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哎，没有其他。全台总共有12000间有衰色同商业登记的店家，不过就两个现场数来看，它显露跟那差不多5成，但系同安顺街无相款。农委会就为前期充公，有两一家可能很多款，也系自身唔拉清楚，坚强高应市政府加强宣导，未负责一家爱家嘅申请。刚刚新闻只用最短影片特别报道。